目前列车持续乘进的方式，直接接近我们的故障列车。那个即将连接的，麻烦车上的人员要请握一下扶手，谢谢。他目前要切换连接竖线按钮，那也就是从五公里方向来做实施。这时候救援列车跟支援列车同时要确认你的 Uncover 灯有没有亮。它灯号有亮吗？有。好，目前的连接灯号已经亮起。好，那目前因为我们是要用推的方式引导列车到中和站的仪月台，所以说这时候随车员只要确认我当端的 cover 连接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之后，随车人员就要依照行控中心的指示到头端去引导列车，那他到时候会以每两秒呼应一次引导列车做前进的动作，途中如果经过转车器的话，他要顺便确认转车器的开通的方向是否正确。 OK， 来，委员跟记者，我们往列车行进端移动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